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镜像环保站举办新春围炉，感谢志工们过去一年来为社区环保的付出。朗朗上口的过年歌曲替镜像环保站增添不少年味。为了感谢环保志工和照顾户过去一年来的付出，今年首次举办新春围炉。人家说气色古来稀呀，我们现在已经80多了，还要怎样？没有办法再想明天的事情是怎样，所以我们可以出一点力就应该出。大家看到有工作是大家帮忙啊，好像比较顺啊，大家比较轻松。你少人，不要很吃力。热乎乎的火锅让大家吃得满足，不过最特别的年菜非劳神莫属。捞神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农历年节的贺岁年菜，围桌的人同时将配料往上捞起，捞越高还要说些吉祥话，运就越旺，也代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。新年新气象，在去年圆满见习课程的志工收下的祝福是见证，也是新开始。今天最开心就是拿到这个，从白衣变灰衣哦，我们几位哦。几位新的见习都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兴奋。以过去经历作为勉励，更多的是带着众人的祝福，面对未来再接再厉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。